告人的票，我们五个人都是自己去抢票。今天本来 要来现场看的，既然来当嘉宾，那个五张票可不可以退我们钱？公司相关单位马上帮师兄们退款啊、哦！谢谢。在高雄演唱会的时候，然后告五人有来当我们的嘉宾嘛，然后我们觉得 很感动，也很开心。那当时呢，其实云南犬青谦哥也在台上邀请五月天来到小巨蛋，他们的首次的大型的这个巡回演唱会的第一站，是来当嘉宾这样。那当时我们在台上就说了 No 对。哎，现在想起来，其实我们后来想起来真的很不好意思啊。所以我们今天真的五个人再度的合体，专程来跟你们说 No。不是，歌都唱完了，新歌。今天是专程来拒绝的。哦。告五人的票，我们五个人都是自己去抢票，跟台下的所有的观众一样，都是抢票。然后今天本来要来现场看的。是。那所以我们既然来当嘉宾，那个五张票可不可以退我们钱？公司相关单位马上帮师兄们退款啊、哦！谢谢。青春就是这样的时候，没有